嗨，大家好。我是张佑伟。好，这首歌是 Rider， 就是一首演奏曲。然后我想要讲一下这首歌给我的感觉，就是好像在这个世界上奔跑的感觉。不管是你遇到快乐的事情，或是遇到挫折，你就很想要一直往外跑，可能不知道没有目的的跑，然后可能就这样，得到压力上的解脱吧。好，那我要开始。